啊，こんにちは。我们呢，这个是第二支影片，要带大家来的呢，就是 Okinawa 的 Outlet。没错，对，这一间叫做阿西比娜，应该吧？对，应该是阿西比娜。对，这边有没有感觉很像 Hawaii 的感觉呢？没有错 ，Oh my God！ 你看这个像椰子树吗？还是什么的？就它应该是椰子树吧？对，对啊，这种在其他地方是很少看到，更不要说是什么。因为 Outlet 呢，它就是只有开到八点而已。好的，很去找。我们就是要赶快去逛。对，好，走吧。各位乡亲，时大大家好，赶紧帮阿元按一个订阅，谢谢大家。现在这个人居然说他要在 Okinawa 买辣椒酱，什么意思？是贩卖机啊？有没有？对啦，是这样说没错啦。快速审议。哎呦，掉出来了。就这样，这是酱吗？是酱啊，是酱啦。啊，你要打，你先要吃。好好好，你吃。明明这边就有很多这种好喝的饮料。哎，有了有了有了，好了。辣吗？还好哎，还好，真的。你要试试看。嗯嗯。有一点点。为什么要吃这个？好，我们现在第一站要去哪儿呢？我要去 ABC Mart。没错，我跟你讲，就是基本款。如果你 Outlet 不知道逛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从 ABC Mart 开始逛。对，因为里面有很多鞋子。我觉得日本的 ABC 跟韩国 ABC、台湾 ABC 的完全不一样。还有这一次来，来穿什么鞋子？对，我跟你讲，这个靴子一穿上去之后，不然配牛仔裤或长裙，整个都是看日系 girl。真的。对，而且这个其实，在台湾的 ABC 或者是韩国 ABC 比较少看得到。对。像这样子的长筒，对。超多的，看别的，然后有什么？这多少？1400，很便宜，很便宜，我觉得可以考虑。它连 Vans 的这种外套都是很好看的，都不是那种你知道随便拿那种破旧，看就会觉得不喜欢。对，还九折哎，九折，嗯，4900，真的假的？Vans 那你这1200太便宜了吧？好扯哦！这间店我之前在台湾超想逛，然后 Jenny 跟 Corey 疯狂推荐我一定要去买他们家的饰品或者是围巾什么的，然后我终于在 Outlet 看到，好可爱哦，这个包包，好可爱哦！超牛的粉色的 ，Oh my god！ 这包卖多少钱？21000多。这绿色很可爱耶。短夹是35000，我觉得才7000-8000块吧。它原本是40000多，然后变30000。对啊，现在已经打折打很多了啦。Oh my god， 这是很可爱。他们家的围巾，我之前会知道是因为皇室兄弟他们交换礼物的时候就买他们的围巾，然后那时候超想抽到，但是不是我。我想他的围巾的价格其实没有很便宜。我觉得算是精品里面算已经算便宜，而且是 Outlet， 真的大概就是4000多块。远方就看到史努比，原本我以为是史努比的专卖店，然后没想到它是跟 Coach 联名的。哦耶，这不是丑毛衣啊，超好看的毛衣，好看毛衣耶，92000，1万出台币。对，但很可爱耶，超可爱的耶，超可爱。75000，16000哎，还有五折，真的哎，五折的话就是上面价格乘以0.5哎 ，Oh my god， 这个这样是7000多，便宜，超便宜的哎，史努比联名 Coach 哎，7800哎 ，Oh my god， 这原价是要10000多块2万，现在等于打折再打折，超可爱耶，真的，双子斜背，然后也可以短的，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喜欢史努比的人可以来这边。对，有点小累，看一下这边可以喝什么。哦，感觉很多哎。哦，这好可爱哦。日本的 S size 真的很小杯。哦，香蕉奶昔，对，香蕉奶昔。但其实这边还不错，我觉得它环境很大。主要是它精品也有，然后一些运动品牌也有，然后一些就是在台湾生活家具，稍微贵贵的一些服饰也有，对，所以我觉得算是蛮好逛的。对，你知道有一些 Outlet 就是没有那么好逛。Outlet 的定义应该就是说，过期东西然后会到这边。以往在台湾打折的部分可能就很90%、80%这种的，没有什么打折感，但是这边你就会很明显感受到五折，我吓到了，那个好好
去，然后再加上汇率现在又超好，你就会觉得超便宜的。对，所以推荐大家可以趁着汇率很好的时候，你如果觉得去精品买东西会觉得还是很贵的话，你可以来Outlet。嗯，而且这边离机场15分钟，坐电车就来了，或者是你坐公车、巴士这样子。因为我们这一次觉得就是来冲绳这边玩，其实如果觉得玩得不错的话，之后那种周末假日感觉就是可以往冲绳冲，一个半小时而已。对啊，超快的。当时你是不是起来了？对，有日本的感觉，然后又有在美国的感觉。好，现在来逛病室。没错，吃完了，吃完了。没错，我们又有活力了。这七折哎，算给大家看。2000，2900，太便宜了吧？在台湾不可能这个价钱。我觉得我会想要在这边买了，我受不了了，就这样。日本是很多这种很有层次感的一些设计啊，或者是很有层次感的一些穿搭方式，两件事也会让你就是觉得说很好看这样。好看呢、好看哦！我们是怎么这么时尚？就是下面这只是比较那个啦，比较 local， 但是没关系，我们现在这样，好看，很时尚，时尚到不行。1786，我戴另外一顶，这我要买，这也好看。来，小花秀一下你的战利品。Okay, 没错，我买了一顶帽子。哎、欸，你最后为什么会选这个？因为刚刚前面那个帽子，帽檐太低了，所以我可能都要这样走路吧。我懂，我懂。刚、好就刚好路过看到这个，就觉得哦，很棒哎、不一样的感觉耶！我是说真的。发色哎，刚刚好。我觉得现在戴起来超好看的，那你就现在就直接戴着了吧。好，我就除了刚刚那两顶帽子我都买之外，刚小花推荐我就是说这个假两件事的衣服很可爱，然后我想说，对，因为我确实最近还蛮喜欢穿日系的，有没有？我跟你讲，你看啊，这样配就很好看了，真的就是日系女孩的感觉，有，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比较有层次感的这种，其实还蛮好看的，而且扎起来其实会看起来比较温柔。这个是14800。大概折合台币4312，2000多块3000而已。对，真的在病室买到快3000，很便宜耶。两个帽子加一个衣服。对啊，台湾不可能这个价格。那我们往下走。OK， Go。去吧秀。Gucci。对，你看这个 Gucci 不是这样哦，它是这样哎，一整大洞哎。一整片都它的。我刚刚从古时出来了。对，没错。想说，好像也是有没有达到太多折的地方，对，好像没有打到太多折。对，然后东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精品专柜里面的，对，因为这边的还是会有一点点觉得好像是比较真的比较卖不出去的颜色，比较难搭配的一些颜色，就比较它是那种超级粉，对，芭比粉，或是那种大红色，我觉得很不好搭的，对对对，比较难搭，就是或者是有点小过季的感觉。因为我前阵子才刚从那个布吉买了他们的小皮夹，然后我发现那种小皮夹反而这边都没有，可是呢，那个小皮夹同款的比较冷门的颜色这边就有，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边可能是卖一些比较冷门的。对，但就是可能每个人各有所好，如果你刚好有喜欢的在这边，刚好就让你赚到啦。对对对，反正这边还是有一些饰品啊，或者是耳环什么之类的，大家还是可以来这边买。对。OK， 各位朋友，我们现在下一站去哪里呢？我们要去 The North Face。对， The North Face。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韩国跟日本超多人爱的牌子，它在台湾反而我们比较少看到有人穿。对，但这个真的是国外爆。没问题，性感挂起来。主要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衣服都是做那种，就是比较偏那种，就是保暖型的。对，台湾其实没有到那么暖嘛。对。哦，这好像偏多是机能衣的感觉。对啊，偏登山款。对。如果看潮流，可能还是要去本店看，对，会比较贵。对，这边的就是比较偏登山系列，对，登山系列机能，对，好，错 ，Levi's 要看吗 ？Levi's， 好，看它有什么好了。看，这样子，很可爱耶。嗯，所以现在接下来冬天，我们比较有机会穿到这种颜色了。在家穿喽。这蛮可爱的哎、欸。哎、欸，我天，
超便宜的，多少钱？算一下，超便宜的。反正你超好看，我不想看，我现在就直接买。因为我怕穿起来像孕妇啦。这种就比较不会，对不对？好，对。深色就比较不会，对，像孕妇。嗯，它感觉没有很长。不，这种要穿长的才好看。有这种七分开就会觉得突然短了。你不要像以前的数学老师，对不对？有那种爱穿这种七分开，对不起，但是你真的没说这样穿。哎、欸，这个扣子好像可以哎、欸。嗯。这颜色其实蛮好看的耶。对啊。多少钱啊？哎、欸。哇。500。啊？太便宜了吧，500块。可以啊，闭着眼睛要买了啦。500可以看一下耶。可以啦。对啊。好啦，先这样。我们等一下如果有买到什么，再跟大家分享。好。好像有点懂那种评论上，他就说这边店很多，可是就是。供不了什么东西感觉、啊、你说你在看评论的时候是这样，他说因为品牌很多，可是就是 种类可能没有到那么太吸引人或怎样。哦，有个评论这样写的。哦，品牌多，可是内容物没有到那么多。对，刚看到就是 A B C 有两间，一间可能是比较 for 就是年轻人，然后这一间应该是比较 for 小朋友跟运动风格。对对对，比较素一点，比较素花样。对。很需要有点花样啊！对，所以就是刚逛一下，其实就立刻出来了。错，嗯，但是我们大概，我们今天还是有战利品啦，我们还是有买到 Beans 的东西。对，没错。对，还是有很推荐大家，只是我们这次想说就不要硬要大爆买这样子。对，那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来逛逛。如果你来冲绳没有什么计划的话，你对，因为这是超大。超大，真的，我们刚才走到不知道到底是现在人在哪里了。那这就是今天以上，我们就是带大家来逛冲绳的Outlet。对，没错。对，就是希望就是这支影片就是对接下来呢想要来冲绳旅游的人呢会有帮助。大家就是如果想要来冲绳玩的话呢，没有任何计划的话呢，就可以来Outlet这边逛逛。对，没错。好，逛完哎。如果你很早到，你就来逛 Outlet， 然后逛完之后再去 check in， 因为那个冲绳 check in 好像是3点开始。对，然后其实从台湾飞冲绳的班机，大部分可能都11、12点就到了。对，你可能会有2-3个小时是不知道干嘛的。对，这时候你就可以来这边。对，出境之后直接坐巴士来这边，它有那个直接到达的巴士。对，马上来。推荐给大家耶、yeah! 然后呢我们还有另外一支那个冲绳的影片是圣诞节交换礼物，大家记得要去看那个那支很劲爆，你们可以去看。没错，好，希望你们喜欢今天这支影片，喜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小铃铛，然后记得 follow 我们两个我跟小花的 IG， 下次影片见，拜拜。